Yeah, phải gọi đó. Anh gọi nên nó. Yeah. Wow, cầm xe đẹp đi mua. Yeah. Oh, coi hộ để tao đồng ba xem một cái thời gian á, cẩm nhớ nè. Wow, những bao mau kỹ lệ. Sẽ cái quay quẩy u à. Nhưng mà đi mau cầm này kìa. Thầy ra. Thầy ra đi thay cổ có kỹ lệ. Thầy ra, thầy ra, thầy ra. Thầy ra, thầy ra, thầy ra. Ý, cổ có kỹ lệ. Thầy ra, con cho đi sửa chi. Thầy ra, nhớ để cổ thầy. Dạ, chúng ta sẽ nghe nghe à. Đây, đây, đây. D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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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ạ. Đây. Đi ngắm ăn này cả. Xin tận xin người khác, người khác, người khác chuyển, người khác chuyển. Ủa, mau mau hỏi cho anh gì cả nè. Ủa, giờ thiên trời mới thời gian hỏi chị là. Cái mà hôm nay đấy, ở đây cái chỗ à, ha ha, sai rồi. Ở đây sáng cái lễ bái đấy, chạy chạy cho cái chạy GP 03, mà chỉnh cho cái chạy GP 03 cái GP chiến sĩ đó. Cái mà 我抄下抄下咧，我仲有一隻、兩隻、三隻嘅，兩盒紅 logo， 一盒藍 logo。因為通常咧，即係拍賣嗰個見到有咧，跟住我又收。我剪咗藍，我剪咗紅 logo 先。上次嗰盒舊到發毛。都 OK 嘅，我浸咗我都未洗。咁啊 ，GB 零三呢只咧，我非常之中意啦。咁啊，整几多只都得，只要我有时间嘅话，你啦。咁啊，一排整摆喺度咧就开心。谂起都开心啊。好，咁咧睇下先，照計就博到嘅，咁咧就自己的麥自己推，睇下先。係啦，咁啊照計咧就聲畫冇問題嘅，咁啊有問題就話我聽啦。咁啊沙卡你好啦 ，PY 你好啦，有冇第一次見啊？咁啊，跟住咧就 John 咯，你好啦，各位好。今日都急不及待啊！上个礼拜剪咗好开心啦，咁啊，新年就剪开心嘅啦。我上个礼拜剪我等咗好耐都唔舍得剪嘅，嘅呢个国王骑士咧，我好中意呢一只，幅画好靓咯。虽然嗰只模型啊旧少少，咁啊，不过即系蠢样有蠢样嘅个案嘅。我谂翻咧，呢一只国王骑士，我有佢嗰只成品玩具，因为成品嘅 SDF 或者咧 SD 啊嗰、那个系列叫咩咧？我一瞬之间唔出。
咁嗰只都做得幾好，嗰、那個比例都幾完整。哇！而家嗰系列就炒到好貴啊！應該點樣咁講？而家 BB 戰士咧，唔知點解咧，快啲咁講，而家係乜嘢模型都好貴 ，BB 戰士係更加啦。明明已經跌咗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唔知嘅，即係其實都係炒嘅問題啦。的而且確亦都係多咗人玩嘅，即係多咗人買模型嘅，咁啊有好有唔好啦。咁多人玩好事嚟嘅，不過咧就買咧就好，而家就難咗好多。好，應該回復正常啦。個半係點啊？我哋係啊，揾個 pad 對住個 cam 手機。係啊，頭今日機器狀況就麻麻地。好，剪袋先。個板都有啲咬咬地。其實模型嗰啲板容易咬咧，即係咬呢樣嘢都係多發生。因為佢要擠喺一個盒裏面咧，通常都係有啲逼結。應該而家冇怪聲啦，係咪？頭先係單純機件有啲唔係太靈光嘅感覺。我本身就中意 GP 零三啦，咁啊特別係呢一隻，我覺得係都幾過癮。係呀，你冇事，冇位啊！你看那個有個貓屁屁，有貓屁屁在那裡，有貓屁屁。好，舊盒這袋就不要了。好，貓貓已經成完了，散水了。好，那就再看看蔡司。那呢就魔法師你好啦，小玲你好啦，那五月前搞唔搞得掂曬？咁執嘢就一定得噶啦。咁不過如果你話全部嘢咧，就唔敢講住。咦？呢一隻都舊舊地喎，呢隻都要洗喎，呢隻都見到啲點喎。因為我可能真係太耐冇玩即係冇買舊嘅模型。舊嘅模型有少少復位啊。雖然全身未開袋啦，但係包住袋都可以有啲好直接講，應該係毛嚟，我估係。不過一定角度上嚟講，就係我拯救佢啦。咁你哋將會有新嘅生命啊，終有一天。咁希望。我的生命可以给到你们新的生命。虽然这样说，终有一天大家都是土归土，
呢个世间嘅万物。哇咩毛毛事？点解喺度嘅？做点解做只猫噶？想点？系啊，你成日含住我大髀。呢几日咧只猫咧，哎呀，又新年开始系啊，你个叻，系咪要喂咧？我俾喂你好唔好？系啊，好多模型啊，你咪，我猫猫冇喂系咪？呢度好唔好？呢度呢个位置正嘅呢、这个位置，好唔好？好，咁啊，就小明你好啦，咁啊。你 PY 系咪未见啊？系咪初见啊 ？Frankie 你好啦，唔系呢个系上一个嘅，已经应该唔喺度噶啦。好，咁啊，沙球话去边个 city 落脚，暂时就未定实嘅，不过应该都系伦敦圈，但一定唔会中心噶啦。咁附近咁样样啦，几可能过几个钟车程个范围咁样样啦。咁樣我今日只有三隻紙片零三剪啦，三乘三 I 咁啊我喺教室度揾翻出嚟，我教室嗰度收埋咗好多模型，咁我呢个教室度揾翻嚟，所以咧咁啊，我要整，净系整晒啲模型咧，即系包括屋企同埋教室嘅模型咧，咁啊進度算 OK 啦，不過雖然呢兩日偷懶咗，呢兩日可能前幾日咧剪得太過著力啦，有啲 overheat 咗，即係個精呢個精神上就 overheat 咗，所以跟住又懶咗，總係咁樣嘅。即係其實細個好好中意整行事力嘅，即係嗰啲幾時做啲乜嘢嗰啲咁樣啦，遲有機會分享。咁啊，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會容易發生嘅咧，就係好跟得到超標啦，即係比起預期有好嘅狀況啦。咁但係通常有搶得太盡啦，跟住就會跌嘅，就會跌 walk 嘅。比預期好，咁啊好開就繼續高啦嘛。咁啊高啊，咁啊高高高咁啊，跟住咧就跌落噶啦 ，overheat 啊！喂，毛毛王咩事？咁咧呢個 GP03 嘅 BB 戰士咧，BB 嘅 GP03 都有幾款嘅，咁一隻都成千蚊咁貴啦，咁啊我就冇買啦，不過馬車就買咗，咁單純我唔中意嗰個比例。如果一千蚊嘅話咧，我寧願買當平均80蚊一隻啦，呢個我寧願買12隻呢一款，
俾一千蚊嘅話，我可以寧願買同一款呢一隻八十蚊，我要買十二隻一打。开心啊！一打整出嚟排喺度，哇！真系够晒开心。咁啊，应该我都唔会隐世噶啦，即系因为长远嘅考虑嚟讲咁样样，咁除非真系养老咯，咁我又未至于养老嘅。但係亦都微妙嘅，就係我諗我都係未必成日都會出街補給咁樣樣咯，即係唔會成日周圍去好遠，應該話未必成日出城咁樣講。因為我太多嘢整，太多嘢想做，即係太多嘢宅喺屋企想做，應該咁樣。应该正确啲咁讲，太多嘢想宅喺屋企做。我之前有跟朋友学扎枪啦，即系长，即系点讲咧？长矛啦，你咁样理解咧，即系古武术啦，咁样样。以前嗰啲揸長矛嗰啲兵嗰啲咧吉嗰啲咧，成兩米三米咁長一支嘢嗰啲咧，咁其實我幾中意玩。雖然一個人自己攞住吉下咁樣樣，咁可能相比之下兩個人玩會有得玩，咁啊都可以教其他人玩嘅，即係啲簡單都係，咁我即係單純練下咁樣樣，咁其實我覺得都 OK。我想整支吉。整兩支吉吉，咁咪整下啲把啊嗰啲嘢咧，咁啊去玩。咁啊，扎下槍幾好。雖然如果學嘅嚟講，即係學呢一啲嘅武術，就香港學就應該就會好，因為。如果外國學嚟就好辛苦，山長水遠啊！一嚟你要揸好耐車咁樣。咁而家我朋友就深水埗，咁我搭巴士咁樣都唔係話好唔方便。不過因為而家單純狀況問題啦，冇咁樣嘅心情閒餘去做。咁嚟緊要努力去管理教室相關嘅嘢啦，一方面咁啊，其實都好多嘢要處理，咁啊，所以咧，我唔知伸唔伸咁長，我剪完放上嚟，係啊。方師奶 miss 咗貓喵啊，係啊，喵喵已經食飽飲醉，飲飽食醉啊！咁咧就話而家喺英國先就到時間睇到 live 哦，你好啊！咁啊，朋友，你有冇 PY 朋友，你有冇仔開模型咁樣咧？咁啊，小玲就最緊要隔離好超市。不過你預咗，唔係我啦咁講啦。不過預咗都係瘋狂入貨嗰啲嘢啦。
咪玩乜嘢？我而家自己虽然楼下有个超级市场，咁我基本上都系廿日或者卅日去入一次货嘅。咁点解咧？因为每逢三至，即系每逢三号、十号、廿三号又有节，冇事啦。咁咧，所以通常咧就都不知不觉都习惯咗啦。咁啊就系啦。新年前今晚我买咗好多，咁所以咧而家有排食。咁預計都唔會係不斷去頻繁去出沒超市嘅，即係即使你話喺英國咁樣，咁啊更加個雪櫃大，地方存量高，就可以更加咩啦？照計。不過唯獨是菜咯，菜咁我而家自己食啲菜咧，有時買一斤咧，因為又唔係日日煮啊嘛，即係唔係日日煮菜食啦。因為我都中意食麥皮，有時夜晚就食麥皮咁樣，跟住加啲丁丁燒賣啊、叉燒包啊咁樣，咁啊一餐咁，就未必下下都食菜。所以咧，諗下依係我做啲菜喺度，應該爛嘅。好，睇清楚先，咁咧就應該剪咗一隻啦 ，GP03 而家咁啊，而家狂剪啦。今日咧我哋都係新年剪 BB， 大量製造、大量生產，我有好多 BB 電視。咁呢一隻咧都有少少點啊，有少好似有部分好似少少毛點，頭先我見到。網咧有少少要沖涼，咁啊，小玲话伦敦揸车好慢，20K 时速，咁我就应该啊，咁你市里就你系住市，即系伦敦里边噶嘛，咁系啊。老实讲，如果香港啊，我都系非繁忙时间先会揸车嘅，即系我之前有车嘅时间。若果系正常时间，我一定唔揸车，因为都唔使因为大家明。好，噔噔噔，第二隻，繼續 BBGB03， 今次呢一盒咧照計冇咁舊嘅，頭先嗰盒係最舊嘅照計，膠袋質地唔同嘅，同埋呢盒入版嘅，呢盒入底有底圖，個盒底有圖，好開心啊！呢一個時代嘅 BB 戰士係最理想，因為呢一張 BB 係最理想。咁不過 Generation F 嘅系列咧，其實都唔錯，機款夠多啦，即係佢都係基本機體啦，機款多，比例好。新嗰只 EX SDEX 啊，定乜鬼嘢？嗰只我無視咗我，一嚟 Freedom 冇興趣啦，咁二嚟嗰只小學生比例我就唔中意，都係呢一隻比例最理想。但係嗰邊嘅搶得好緊要啊！即係嗰只嘢就街見啲模型谷嘅朋友就搶得好緊要啦。
不過有時都有少少風潮，即係風潮嘅意思係你見到啊，即係不即係人會人都好自然會，即係見到個個都喺度講咁樣樣，可能你本身即係未必太有興趣，都會有啲心喐喐都未定。睇下先，咁咧小玲就话唔系噶，因为个个都咁谂，咁啊货架唔系成日冇货噶，即系唔系成日有货啦，即系成或者成日冇货啦。哦，咁去第二间啦，系咪啊？定系可能你中心你比较市区嘅状况，到时睇下点啦。我谂可能个区嘅问题，即系区嘅。的狀況的機率都高的，即畢竟你是黃區嘛。哎呀，見咗啲咩？見唔見到啊？見咗啲乜嘢毛毛？見唔見到啊？你毛毛？見咗啲乜嘢啊？咁咧，今日咧，今日其中呢幾日咧，應該話其中一個小嘅熱話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壽司郎啊嘛。咁啊，咁壽司郎呢單嘢星期日我會講咧，我係會講嘅。我而家研究緊同一個題目咁咧，又會發生啊，又會講幾次，我一定會講。咁我點解一定會講咧？因為即係呢單嘢日本嘢嚟噶嘛，即係日本大嘢啊嘛，咁冇理由我節目唔講噶嘛，咪可以有理由嘅，但係我覺得我應該要講嘅，咁可以話當係即係觀眾未必係即係可能會有不同嘅觀眾都未定啦，咁啊雖然未必，咁啊但 anyway 啦，咁啊成日揾下啲唔同嘅角度啦。我不可以退縮的，因為這個課題或者這個題目是日本的題目，日本的題目是不可以退縮的。今天找一些不同的角度吧，試下，不過也有新的發展的，就是現在很快風潮又變成舊舊壽司郎，都挺有趣的。好啦，咁啊，就小玲就三日去一次，三日去一次真系好密喎，密到真系，你系咪要食好新鮮嘅嘢？如果其實你若果去得咁密，你要食好新鮮嘅嘢都合理嘅，即系我系要食新鮮菜咁样，菜可能未必摆得好耐咁样，即系如果食新鮮菜。咁啊，咁小玲就话我近超市同埋个雪柜好细，我咁 OK 啦，都合理嘅系咪啊？一嚟你系伦敦嘛，即系你都属于市区相对地，可能即系咁讲啦，相对地可能地方细啦，咁我唔知啦，你讲啦。咁相对地可能雪柜都细，相对地咁啊啲嘢都就近，咁就 OK 嘅，咁咪当系落下街行下，顺便买下嘢啦。咁 OK 嘅，即系一般，我估计或者我想象嘅状况，应该就系、是因为相对地都唔系咁就近，可能揸车都要揸半个零钟咁样样啦，可能。咁啊，咁咪一次过出去办货咯，即系办年货咯，一次过出去买嘢，买物资。平時就唔咁多出，即系唔去到咁遠啦。咁多人喺屋企附近咁樣，咁啊遊走。
咁啊，方师话两个人一星期嘅送其实唔系好多之嘛。不过呢个真系睇睇饮食习惯都未定，我就好求其。咁就系 ，P 话咁我呢度好啲，咁啊大超市行廿分钟就有，咁啊细超市十分钟内都有 ，OK 啊。我都系都系预想个失个状况系点咧，咁啊详细都未知嘅。今日小玲就话我都有间就行五分钟，不过就贵嘅。咁方式咧话就佢就最近嘅超市要开五分钟车先到，唔系咁你开五分钟车，从你行廿分钟两个比，唔系咁结论嚟讲，开车快啲嘅。你话行廿分钟嘅意思系？你嗰个地方行会方便啲，定系咩先？咁若果你话揸车即系五分钟行廿分，即系五行廿分钟，咁你揸车就应该可能都系五分钟到嘅，五分钟都唔细嘅，照计。咁差唔多啦。但系如果你话嗰个地方就唔方便揸车，就要行嘅话咧，行廿分钟买住啲嘢，抽住廿分钟。呢下都少少金喎，你買多幾個罐頭啊咁樣樣。嗰邊會唔會食罐頭咧？我咗啲罐頭湯咯。我啱啱新年前我買咗好多罐頭湯，我就係諗住夜晚有時口痕咁樣樣，咁啊整啲罐頭湯，嗰啲粟米忌廉湯嗰啲咧。但系我只系煮咗一次，阵间可以煮下。不过今日我又唔系太肚饿，头先翻嚟之前食咗麦当劳。咁啊，买餸前要做足功课，咁就一次过买晒。开咁讲嘅，咪。最被動嘅方式咪錯誤中學習咯，咁啊慢慢累積經驗咯。今次買完之後，哎呀發現爭啲喎，咁下次買嘅時候就買翻多啲咯。如果你係人多，你真係要計嘅。咁咧就玩抖音就智力下降，小玲就话：如果冇错，因为我冇用开喎，系咪香港冇抖音噶嘛？冇错嘅话。好似香港系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咁唔知好定系唔好啊？咁啊，结果就香港就，如果可能，如果假设有抖音嘅话，咁香港可能会更加咩咧？会都可能都会唔少啲嘢都未定。不過香港咧，因為嗰、那個叫做咩咧？嗰個即係好衰啲咁講咧，即係嗰個道德高地嘅爭霸，
即係爭霸戰咧係比較強啲嘅。咁所以可能會冇咁誇張都未定。即係你一有啲乜嘢嘢咧，就即刻俾人鬧到上天花板啦！即係你求其而家即係可能出啲 post 咁樣，咁即係唔同嘅谷咁，你出啲 post 咁，可能有啲言論咁樣，咁都好容易俾人圍攻上天花板嘅。可能香港會好啲都未定。咁當然啦，日本都會啦。但香港在这一方面好像是好似好啲，咁亦都因为嘅，即系香港人本身即系吉屎都相对地冇咁乜嘢嘅，咁所以离谱极都有限嘅，即系呢个可以话好，即系好事嚟嘅，结论上我觉得可能系。好有印象，之前那個有蛙艇，跟住有爬上唔知邊度咁樣，嗰三個年青人咁樣，咁門檻太高啦，你想跟都跟唔到，即唔容易啦。如果你話求其去舐下壽司咁樣，咁就係人都做到。咁咧就PY 就係後悔所有遊戲機冇更新走，竟然咁呢個只能夠話你乜嘢喎？判斷不正確喎。生活嘅第一步就係娛樂啊嘛，冇娛樂唔得喎。雖然本身你係咪打開機都即係呢個習慣我都唔敢講，咁你冇得玩手機 game 咯，玩手機 game 咯。今日小玲就話有地方就有賣 PS 五，咁樣就咁啊 PY 就話有 PS 五，不過冇帶你係咪啊？咁啊，小玲话龙马老师买模型点搞？咁啊，我应该唔使点样买模型嘅咧。之后，亦都好老实讲咧，我之后要买嘅模型咧，其实应该都系要喺香港买，又或者可能咧，因为都唔使點樣，因為即係單純啦，香港買模型係會咩啲嘅，咁啊揾朋友幫下手咯。如果要嘅話，但其實我應該其實可能我手頭上嘅模型都足夠我砌一世嘅啦。我一生人應該都夠砌，不過應該都手痕到仲想買嘅。我未來會有啲咩新痕想買咧嘅模型咧，我預計到嘅啦。其實是軍事模型的。而軍事模型呢，我看中 的廠商田宮就當然是最頂級啦，但是田宮的新款 的模型呢，即是新出的模型呢，即是陸戰的模型呢，即通常我是陸軍為主。又未係太 touch 到，最 touch 到我嘅陸軍嘅系列咧，係大陸嘅出品。我而家有幾個系列，雖然我都未正式整，都係咁剪，咁但係咧嗰個出品係幾 OK。咁佢咁啱佢出嗰啲新嘅作品咧，
我都有兴趣。有个遥控咩？喺呢度。咁我未来，如果跟住仲有啲，就有啲，系咯。不过呢个迟啲先算啦，都唔急嘅。咁我暂时都会翻香港嘅。咁啊，毕竟我啲屋企人都喺香港，咁啊翻嚟嘅时候买咯。翻嚟香港嘅时候，咁喺香港嘅，咁喺香港嘅时候就做啲乜嘢咧？都系剪。翻到香港，跟住啲夜晚嘅时间咧，好做咩？就系剪，你买模型走，剪。剪晒佢。盡量壓縮，剪得幾多得幾多。唔得，呢兩隻有啲舊，要洗，洗咗先攞過去。咁啊，跟住呢一盒咧就新嘅，呢一盒就藍 logo 嘅，咁啊，你叫盒都闪闪发光，我盒嗰个公仔就画得唔系太靓啦，我觉得就有啲可惜。咁呢一个咧都新净啲，胶到啲新烟，立立领，嗱佢就系整完之后咧就系咁啊，好低能啊，系咪好可爱？咁啊，運費貴盒嘢係啊，咁所以翻到嚟先一次過買啦，咁啊數啦，咁都預咗之後去日本嘅機會就未必大，或者翻香港嘅時候就順便去日本。不過都 OK 嘅，我都未係話最辛苦嘅。一嚟我都仲有份個都大把未砌。講係咁講啦，都會喐，都係心喐嘅。不過唔知道好定係唔好咧，咁我有一個系列咧，就係大陸嘅模型，咁我都幾中意整，好複雜嘅，好多零件嘅，咁啊唔知道好定係唔好咧，但係佢越出越差啦，咁啊佢有出 GP01 嘅，咁但係個 GP01 我本身諗住訂兩隻，咁我訂咗一隻，咁啊好彩訂咗一隻啫，佢個實際佢本身個設計。咁睇嘅时候好似几靓，但係实物呢个样子就好衰。咪即係最新公布嘅样子个样子就好衰。咁应该嗰个系列可能都可以收工。anyway 睇翻先，咁啊朋友买玩具都系亚马逊买，咁啊运费运贵运费苏轼系咧，定系咧，同埋好似系咪系咪好似要收税嘅，即系英国嗰边。咁啊香港系抖音，外国系 TikTok， 系啊香港有抖音嘅原来，如果我唔知道我系冇添，咦有嘅原来，唔系封咗嘅咩？就好明显话冇用啦。咁啊，
係啦，咁啊頭講話買嘢買慣就唔買，買係啦，買慣都呢都係都係習慣嚟嘅啫。咁啊，同埋都係慢慢調節咁樣樣啦。所以咁啊，習慣嚟，習慣嚟都貴貴地，咁啊，咁啊就預咗噶啦，咁山長水遠冇計啦。所以而家就有幾多拎咁多去咯。其實我有啲模型都諗住，不如放咗佢算啦咁。咁啊，但係。不過可能唔爭得多嘅就攞埋佢，因為有啲可能其實未必咁有 spark joy 啊嘛，未必咁有 spark 嘅。咁 anyway 咧，攞埋佢先。咩事啊？係咪輕咗機啊？冇事冇事，系我揿错电视机个掣，得啦。好望望先，咦，今日继续苏式嘅状态。睇先。咁啊 ，JK 就話咧，咁啊，呢個 TikTok 咧就只係加速咗呢個智力嘅下滑。咁啊，本身 YouTube 咧都有呢一個 Jack Kids 類嘅片，咁啊，只係冇咁短，冇咁 virtual。咪短咧，短嘅重點係咩咧？就係門檻低啊嘛。因為你要，如果假設可能你一段片。要有一定的長度的話，咁有一定的長度，即係有一定的內容啦。咁你冇內容嘅，你都整啲內容咁樣樣。咁啊，咁如果你話可能短啲時間咁樣樣，即係好短時間咁樣樣一個嘅有特別啲嘅嘢咁樣，咁就咩咯？咪對於男仔嚟講，咪有女女睇咯。咁不過女仔都會睇男，都會睇仔仔嘅。有姐姐女女女睇咯，最簡便咯，最直接咯，佢就直接喺度就係直接俾你睇啦，咁啊又比較方便快捷啦。頭先 PY 話有 PS 5，不過你應該冇喺度啦，你話冇帶嚟啊嘛。其實 PS 五咧，其實我有 PS 五啦，我覺得我基本上都係玩兩隻 game 嘅啫，對馬戰鬼啦，同埋 Demon Soul，Demon Soul 係超級無敵出色。如果不過你中唔中意 Dark Soul 類嘅嘢咯 ，Demon Soul 好出色。雖然佢係翻新嘅作品，所以咧系統都有啲舊嘅，武器唔豐富嘅，動作唔豐富嘅，即係如果相比起 Elden Ring 嘅話咧，佢係好唔進步嘅。嗰啲有好多唔合理嘅地方嘅，即係例如你身上拎住嘅所有嘢都計重量啦，咁有上限啦，即係你攞幾多藥草啊嗰啲都好，咁啊都有重量嘅上限咁樣。咁啊，招唔多啦，咁样等等，唔丰富啦。咁但系，我呢只 game 系艺术感超强咧，即系佢好多，佢
我冇玩過以前 PS， 即係佢本身係 PS3 出嘅，即係 Demon Soul 咁啊，得 PS5 有嘅啫。咁只能講藝術感好好強，因為佢每樣嘢咧，我唔知道以前係咪咁樣樣咧。佢有時會有啲片段咁樣樣啦，嗰啲片段咧，無論係即係好，即係只能夠當好藝術啦，好靚啊，好好係靚啊。咁我其實我爆咗好多次嗰隻 game， Demon Soul 我爆咗好多次，咁有時手痕都開嚟玩下。通常啲片咧我都唔係話飛嘅，即係啲片有一半以上嘅片我係唔會飛嘅。但有啲怪獸核突起嚟都真係幾核突。那個藝術感同埋音樂好聽啊！好過我覺得好過 Elden Ring 同埋好過 Dark Soul， 啲音樂好好聽，即係嗰啲大每隻大腦都有個音樂，都有自己一首音樂。跟住音效啦，音效又唔知點解喎，音效係明明 Demon Soul 係屬於新舊啲啦，即係冇 Elden Ring 咁新啦。但是聲效咧，佢唔知咧，硬係用唔肯用翻落去。Demon Soul 佢重新錄過嘅，即係譬如話個大盾啦，嗰個盾器嗰啲聲咧，即係譬如你用個盾去擋劍咁樣啦，又或者你用大斧頭或者係大劍敲擊，即係攻擊嘅時候咧，咁啊會劈到地下噶嘛。哇！那個咚一聲嗰種嘅聲效咧，係每揮一次就享受一次，個聲效係出色到冇朋友。Demon Soul 先至係嘅啫，唔知點解，即係PS5 嗰只咧。Dark Soul 都唔會嘅 ，Dark Soul 同埋Elden Ring 都唔係嘅，都唔係嗰個聲效嚟嘅。佢重製呢只重製得好有心機。重製呢只重製都好有愛嘅，即係我用愛嚟形容。音樂都係新，照計啲音樂係新啦。因為雖然我冇玩 PSV 啦，咁但係啲音樂交響曲嘅感覺啦，非常出色，非常出色。風景都好靚啦。所以玩 Demon Soul 咧，雖然佢嗰、那個整體限制比較多啦，冇咁豐富啦，咁但係微妙地咧，佢有種享受。如果有 PS5 嘅朋友咧，即係呢一系列你都 OK 話 Demon Soul 嘅，我就。極力推薦，太出色了這隻，太藝術了。真是影音的享受這隻。雖然我成日都，即我玩慣 PS game 的人呢，我成日都看不起 PS5 的，老實說，同一隻 game 我是不會玩 PS5 的。我一定玩電腦版嘅，電腦版嘅畫質，我幾年前已經係超越 PS5 噶啦。我經常都強調，我幾年前我已經玩緊 PS5 以上畫質嘅嘢，但係 Demon Soul 係太出色啦。其中有一個我一定睇，即係如果有玩 Demon Soul 嘅朋友。其中有一個咧幾有趣嘅個故仔咧，就係獨沼地咁樣樣啦。咁有個聖，有個叫類似聖女咁樣樣啦。咁佢最後嗰最即係最後打嗰一區嘅最後嘅大佬咧，就係有個類似有個騎士咁樣樣咧，咁就保護嗰個女仔。咁嗰個女仔其實你係要殺佢嘅。咁嗰個片段咧就好簡單嘅，就係、
就是一堆即血淋淋的屍，即嘅血河咁樣樣啦。咁啊就有個騎士就爬翻起身，咁啊跟住爬翻起身咧，嗰、那個女仔咧就同佢講啦，你要冇事啊咁樣樣。咁而呢兩個你都係即理論上你都要殺佢哋嘅。咁啊古仔嘅興趣就咩啦咁。咁但嗰個好靚啦，好優雅啦。不過嗰啲真係好藝術，即好多好多位都嗰啲鏡頭啊，嗰啲光啊，嗰啲建築物啊。德蘇可能佢帶太多嗰啲地方都係太過黑暗，太大啦。咁咧，睇下先。頭先講嘅咩？咁啊，方生話就上車日本咧就買咗嘢，因為仲未有 EMS 或者平油，全部 DHL， 哇，咁啊真係貴嘅。咁你個上次都好上次喎，係咪啊？定係因為咁啱嗰啲咩防疫政策冇咗啊？你講嘅意思係日本嘢都係寄喺香港全賣先再寄，我都有得諗啦。咁啊，方生就咁冇得寄香港嘛，揾下我哋幫手啦，可以。如果你有需要，我就應該幫唔到你手啦。早啲咧，要早啲咁啦，我都幫下你手。咁啊，魔法師就話香港自己亞馬遜 JP 就平過街鋪，好難走少少啦，係噶。有時鋪頭咧，你醒水咧，有時即係香港啲模型嗰啲咁樣嘢啦。有時你醒水啲新嘢喎，即刻亞馬遜撳下先咁樣，你會發現亞馬遜寄到翻嚟，我交埋運費仲平過鋪頭買，真係嬲。如果前排亞馬遜有啦，咪最低能咪嗰只解體橡機嗰只嘢咯。香港特別賣得貴嘅，但香港人有錢啊，你又吹佢唔漲。其實我覺得嗰只嘢真係俾鋪頭一個好大嘅指引，就係鋪頭。已經知道香港人真的很有錢，所以呢日元雖然現在叫回了一點，但是都屬於便宜，模型的價格是不會跌的，是只會加的，重點不是它攞貨貴還是便宜，是重點是你們有錢，還有你們一定會買，你們會撲住買，幾貴都買就多了，合理貴都買，咪比合理貴一折都會買。咁啊 ，GK 就知之後叫買車買佢係啊，咁啊，冇更新好重冇計啦，呢個就咁啊。P 話軍事嘅英國易啲買，牌子唔同啊嘛。雖然我冇買開亞洲，即係我冇去買西嘢，我唔知咧個品質如何啦。但係其實真係好出色。而家大陸啲模型真係好出色。同埋一嚟佢好進取嘅，出好多嘅。啲題材都 OK 啊。譬如有一嚿好想買，我冇買到。最近。出了阿帕奇直升機，直升機我未砌過，咦諗諗下我啲心音，不如買翻架先。阿帕奇直升機好吸引啊！
我之前买咗一架电单车，川崎忍者，佢本身都有啲唔使上色噶啦，已经佢本身已经好好嘅叫做即系佢啲 pass 嗰啲全部都有特别嘅 coating 嗰啲咁样样啦，即系上咗色啊，有啲特别效果咁样啦，即系你怎照砌得噶啦？虽然会有水口啦，佢有少水口，不过最可惜嘅地方就系佢嗰啲会有啲，我都唔知道会发生即系咩原理咧，就有啲甩色咁样样啦，即系氧化咁样样啦。咁呢个就系最可惜，但系非常之靓，价格都相宜。好，我稿翻我稿度先。方生就话想在日本成世人只去过一次，好唔甘心去啦，研究下再去啦。梗系去啦。东京、大阪、北海道、冲绳一万四次。你可以咁样讲嘅，不过咧，其实我就唔中意城市嘅。你未去过，你个心瘾想去咧，咁我都明白。但系，不过你睇下你咩人啦。即系如果你本身可能你譬如方斯拉，你西边嗰边都唔算太城市嘅。你见下东京嘅城市，可能你觉得个人都 OK 嘅。但系如果俾我嘅话，我唔会再东京，即系应该唔会啦。即系除非咩冇话咩特别，我应该唔会去东京市区，或者系大阪市区。即系除非可能要住酒店啊，或者系等等啦。即系假设系大阪都好。咁我會推介你，一係你作，你就落大阪下邊，即係例如高野山啦，白濱啦咁樣樣。咁如果係我就去嗰啲啦。咁深齋橋我都唔知佢嚟做乜，即係我對於我嚟講咧。咁不過香港人好可能會中意深齋橋嘅，我就理解唔到深齋橋佢嚟做乜啦。咁咁都係嗰句啦，就係大家取向啊，大家喜好唔同。咁佢个背脊有啲牙位，咁啊接完之后咧，咁啊变一包噶啦。佢雪柜都几牙杂。好，咁结果咧，噔噔噔噔噔，四条烟。PC 膠我未整喎 ，PC 膠佢有啲係用嘅。雖然我已經開始咧集，即係已經開始唔理啦，啲 PC 膠全部搣曬出嚟啦。因為基本上啲 PC 膠其實你對個圖其實都認到形狀嘅，對個圖都認到形狀。不過唔要嗰啲搣走佢就可能會容易啲睇。咁啊，好，我就搣走唔要嗰啲佢啦。BEFHKL 就不使用嘅，slip 咗添我部机。
咁咧 ，P.Y. 就係玩飛機咧，就玩呢一個 Vox 嘅 S.W.S 嘅系列，呢我冇留意過添。不過可惜我就唔玩飛機，我係玩我係玩陸軍。14个钟啊！咁啊 ，J.K. 就话呢个嘅 V.Lyle 系咪啊？系咪咁读啊？唔知点译咁啊？广传咁啊？广播式散播咁样样。佢话就系以前咧就最长就系8个钟，咁啊今次就日本飞英国就好攰。都可以预想嘅。英国飞英诶、美国东岸飞香港最长唔止14个钟，仲未计中间转机嗰啲咁样样。咁啊 ，P Y 就话啦，只苏系列好好玩。咁啊，除咗第二代唔系啊，其实都 OK 啊。苏嘅系列我最玩得最少系第一代，因为我第一代嗰阵时冇玩，玩翻转头就个时代唔同咗咯，即系佢虽然有出叫做 remaster， 但系嗰只 remaster 出得麻麻地。如果佢第一集佢个 remaster， 即系佢个 remake 咧叫做，佢如果佢 remake 到好似 Demon Soul 咁啊，就过瘾啦。虽然睇 Dark Soul 嘅往绩嚟讲。我覺得應該都從即係 remake 都超越唔到 Demon Soul，Demon Soul 太出色啦！佢好有心機。Elden Ring 係咪每個大佬都有腳有個音樂咧？我已經唔記得。Dark Soul 有冇咧？定係可能戰鬥太集中冇乜嘢咧？睇出嚟佢啲音樂，尤其即係佢新嗰隻，佢個編曲實在太精彩。唔想太快殺佢添啊！即係啲 game 嘅音樂咧，即係可以好出色。好，對多次先，咁咧就 B E F。HKL 就不使用嘅，好 OK 啦。咁跟住其他嗰两版咧就对住嚟剪，咁就得啦。咁啊 ，P.Y. 就转机啊，反而瞓到。咁啊，唔中意西人 game， 咁啊黑掹掹，咁啊同啲怪兽一劈劈。其实 Dark Souls 唔系西人 game 嚟嘅 ，Dark Souls 日本 game 嚟。Form Software， 我细细个就中意佢啲 game。咁不过佢整体谂翻，佢又唔少都好艺术。Armor Core 啦 ，Armor Core 未来有新作啦，但系最留喺心里边都系佢不过应该大家都唔知嘅。即係啱啱 Core 第四代應該係咁嗰部白色閃光嗰段特工片啊，哇好睇到咧！而家睇翻都係神作嚟。而家睇翻即係電話你即係你 YouTube 你開翻嚟睇，你根本唔覺係咁多年前嘅，而咁多年前嘅畫面靚啦、型啦、藝術啦。精彩
爆炸，簡直係唔係西 game 嚟㗎，係日本 game 嚟㗎。佢黑媽媽係因為佢真係得數。咁我咁我突然之間發現我點解我中意 Demon Soul 多啲，因為 Demon Soul 冇咁冇個名唔係得，佢真係得嚟嘅。Elden Ring 冇咁得嘅。今日方先生就2020年底買嘅我，咁冇計咧，嗰時候係咁。咁啊，方先生就話未去過，就點都想去一次，我都明嘅，係啊，睇下卡都好咁樣樣，明嘅。咁所以明嘅，係啦，只能夠講係明嘅，當然明啦。咁啊，不過就一個。但冇啦，不過已經講完咧，心癮呢樣嘢一定有嘅。如果我未去過日本，我都會，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對一個地方嚟講，一個地方嚟講，大家會見到嘅係乜嘢呢？就是個地名啦。即係譬如話，大家對京都呢兩粒字好有憧憬咁樣樣，京都咁樣樣。咁啊實際可能其實大家未必乜嘢。或者講到尾，好多時候係一啲所謂嘅套版印象。好，呢度三版，算啦，照捽下佢，捽曬佢先。因為我三版都唔好，都唔知道，我唔記得邊版係新。洗曬佢先。好，繼續剪。跟住都係 BB， 我哋狂剪 BB。咁啊呢一隻啦，咁呢一隻咧就愛德華。新嘅呢系列咧，其實我就唔係太過喜歡。因為手長腳長咁樣樣，個頭又細咁樣樣，咁啊同埋太長嘅，不過呢個都係似，最緊要就係太花巧，咁啊但係都 OK 嘅，呢隻造型都幾好，太花啦。中有一天玩嘅時候咧，將佢填翻平佢先，或將啲腳嘅改翻短啲。雖然你又會唔捨得嘅，即係嗰啲花紋，但係太花巧，太花啦。起碼唔做無謂嘅滲線啦。如果你滲得太多，就會好花碌碌嘅。咁點樣處理就一個點樣處理？就係一個難度啦。不過呢個 OK 嘅，呢個係個造型都靚。咁啊，话拜啦，
跟住咧，咁啊就最紧就有个解说啦。咁我饮水先。猫猫王，咪最叻嘅靓猫王啊你！大胆猫啊，成日捣乱啊，系咪？換咗第二隻，睇下個顏色會唔會加翻乾少少好啲先，乾少少好啲喎，而家又可能環境嘅問題咧，我硬係咧覺得我啲色拍得唔靚。因為終有一天就轉咗環境之後，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更加美好嘅模型製作空間。雖然其實我而家係我而家係滿意，即係我而家嘅總有唔滿意嘅地方嘅，不過都 OK 啦 ，OK 啦 ，compact 一啲嘢，我轉個身。真係物理轉個身就砌模型，物理轉個身就打機。咁咧就 Boost 咧就係東，正如東京 Game Show 咁樣樣。咁啊，2019年先係第一次，咁嚟緊8月 Comic-Con 會去第一次澳。我都已經好多年冇去啦。Game Show 就其實老有少少講，而家嘅東京 Game Show 就算啦。我已經唔期待啦。個黃金期過咗啦。哇！我就記得以前做編輯嘅時候，我其中我非常之想嘅咧就係，若果我去東京 Game Show 唔係做嘢就好啦，因為。我次次去都是要做嘢，咁啊做嘢咧就好辛苦啦。咁你孭住成20K 嘅器材走嚟走去，因为基本上得我一个做啊嘛。资源嘅问题得我一个做。咁啊，跟住你仲要攞嘢咧，你仲攞下啲嗰啲赠品啊、poster 嗰啲嘢咧。哇，攞住几多嘢周围走行足成日。企足成日，唔系行都企嘅啦，咁样。哇，翻屋企只翻唔系翻屋企，翻到酒店只脚瘀啊，只脚黑色噶个小腿，夸张真系。跟住。系咁拍嗰啲健康飲嗰啲乜鬼嘢啊？嗰啲即係類似補抗力嗰啲，唔係補抗力嗰啲類似 Red Bull 嗰啲咧，係咁拍係咁拍。咁嗰陣時嘅願望之一咧，就係如果我終有一天可以去東京 Game Show 唔係做嘢就好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係都唔知可惜定唔可惜咧，就係到開始。不是工作的状况之下呢，咁游戏东即是日本游戏已经没落了。或者是往游戏机界的最鼎盛 的时间已经过了。东京 Game Show 已经没有东西看了。已经没了那种震撼。期待究竟有什么新东西呢，这样。
咁跟住有啲咩試玩咧？咁跟住可能有啲就係嗰陣時好好多嘅就係嗰啲 game 嘅 trailer 哇，好勁啊，好勁啊，咁樣。嘅大銀幕睇啊，咁諸如此類。咁而家就冇啦。而家基本上啲 game 嘅 trailer 你上網都睇到啦。雖然佢大畫面有另一樣嘢。試玩嗰啲咁啊，亦都唔急啦，到出咗先算啦。畢竟而家太少啊。太少，即系啲 game 嗰啲新 game， 你都知道噶啦，理论上。咁魔法师咧就玩个 DMC 同埋呢个 Bayonetta 啊，咁样样咧。就嗰種真實嘅就唔啱玩，我都唔中意。咁啊，中意和風卡通多啲。DMC 我單純唔中意佢唔靚，即係我覺得麻麻地。咁其實你咁啱呢兩隻都係好似同一個類型嘅。雖然嗰兩隻都係日 game， 我估小玲應該中意呢個Bayonetta 嘅。即係又係嗰種女女嗰種咧，嗰種姐姐咧，嗰種姐姐接近你好中意先係，我就一般啦。但係嗰個同 Dark Souls 係兩樣嘢嚟，即係同呢個 Demon Souls 兩樣嘢，我都唔中意嗰隻 game。你頭先咁啱講嘅嗰兩隻，我都無視咗嘅。完全兩件事。温州話成世人咧就只係2018秋天去過日本一次，當年咧就仲要唔俾香港親戚知先有得去。咁樣就 JK 就係香港親戚反日，定係覺得日本危險啊？咁啊係話做乜去日本？而唔翻香港探佢哋，原來係咁。咪點咁啊？係嘅，好難話，即係全部做曬嘅。時間上可能都未必容許嘅。咪嗰所以我都預咗，其實我可能唔知幾耐先有機會再去日本噶啦。我已經死咗心噶啦。咁所以我已經做定個心理準備，所以我係唔饑渴嘅，亦都咁啱前幾年去救啦，即係去咗救本，未去救嘅，諗翻都有啲地方都想再去嘅，或者有啲想翻出嘅又有，咁啊系，不過好可惜就父母而家父親個狀況未唔係去唔到旅行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呢個其中都係一個重點，意細咗啲啦。咁其中一個係好想帶父親去旅行，咁啊，即係。一齊闖蕩下咁樣樣嘅，不過真係好彩嘅係咁啱封之前就係咁去，咁真係都無憾。咁我相信我父親都即係佢哋都應該都係想會想咁，但係都起碼都過咗個癮。唔會即係有就 bonus， 冇都 OK 啦，都好彩，我都
非常之慶幸，都可以叫做係啦。咁啊就反正飛到咁近，咁啊都唔翻嚟探一探我哋噶嘛，咁好，咁佢哋對你咁有愛，咁都 OK 嘅。咁你係咧，咁佢對你咁有愛都 OK， 你咪話叫下次啦咁樣，都唔會怪你嘅，直講下次啦。咁佢哋對你咁有愛嘅話，咁應該可以包容嘅。咁啊 ，J K 就通常咧就外國翻香港咧就會再去日本嘅，因為平啲同埋順便嘅。我正常都咁諗，不如睇有冇時間啦、金錢啦。四點啦，不知不覺。好，咁啊，整多陣啦，咁啊唔太夜啦。我都有啲陣間斟杯水先。睇先，咁我哋本身都諗過方式咧，就話，但計過咧就唔係平好多，所以咧就費事搞。哦，都有機會啊！呢、这個都是當時他都睇下點樣樣啦。唔係他總有一天啦，咁啊總有一天就翻日本住翻幾年。唔會，我成日都亂咁諗咧，我終有一天咧，亂噏啦。啲終有一天亂噏啦，今次咁啊又去日本學整拉麵，我喺英國開拉麵店。雖然我要日本開拉麵店好，唔係英國開拉麵店好。咦？唔係喎，英國開雲吞麵有冇得諗啊？我亂咁噏啦，當然我正職我梗係做，我梗係日語教師咧，我畢生嘅職業啦。我愛日語教學啊！咪開間鋪頭有諗喎，咪開間鋪頭唔係我做，我請人做嘛，講係講嘢，冇咁多錢。但係相對地，如果你話雲吞麵，如果有得做咧，不如果假設有事咧，相對地應該係營運上應該比較簡單，即係食材啊各方面啊，應該相對地簡單。哇！雲吞麵店，咦有得諗喎？咦大家會抄咗我叫喎，雲吞麵。O K 喎，咁重點係蝦啫。點解諗喎？好，咁啊就冇法試下先瞓啦。咁咧就。就話傻啦，咁啊係要我幫手買嘢帶嘢之嘛？哦，原來咁，前兩年寄咗唔少，咁啊郵費貴到死，咁但係因為咧就我話唔包，
是我个人包出，所以呢佢哋唔肉痛囉，我原来係咁。原来係咁喎，咁谜底解开啦。你做嘢咁有爱，大家咁恨见返你，咁恨见你，咦，好事喎、啊。难得咁有爱，怨恨，即系去到一个怨恨你唔翻嚟见我哋嘅地步咁样样，咁呢个爱都算系都几乜嘢？好，剪埋呢只，咁啊呢只咧都系呢一个SDWH 即系 SDW 界列嘅。其实呢只我之前咧就剪过一只噶啦，咁啊呢只第二只，买多咗。或者擺 N 年啦，咁終有一天我嘅 BB 就整我嘅 BB 戰士啦，就俾小朋友做入門都有諗嘅，終有一天存放唔知幾多年。係我幾歲開始模型咧，小朋友？唔係喎，如果小朋友砌模型，雖然我經常都好建議小朋友砌模型，但係如果小朋友砌模型係咁樣砌法咧，就應該都勁喎。即係正常砌模型都好似係假咁樣咧，成你話細路仔成人都係對住啲 number 嚟砌啊？唔係喎，我嘅傳統嘅砌模型就係你由一開始砌模型嘅時候就係一堆零件嚟砌喎。咁你一定係呢個難，其實又唔係算好難嘅。咁不過呢個訓練應該都強橫嘅，應該。他日必成大器嘅。咁就咧就搬手就算啦，親戚通常都係咁。嗯，我都唔知好定係唔好，我就咁啱冇乜親戚嘅，老實咁講，即係頂籠都係屋企裏邊嘅乜嘢咯，即係家族裏邊嘅成員啦，即係嗰啲咩姑姐啊嗰啲咧，咁基本上都唔係太熟嘅。都冇乜聯繫，係好細個嘅時候拜年嗰啲咁樣樣，咁啊總會見下啦。大個咗之後，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嘅，唔知好定唔好啦。咁不過好衰，好直接咁講，其實我唔需要佢哋嘅，雖然我都唔記得佢哋，但我人生唔需要佢哋。我。即係好咩？我連自己朋友都好少見，即係啲朋友都好少見，好懶見人，好衰。尤其是呢幾年咧，即係懶出街嗰個狀況咧，係升級咗十倍。即係諗翻之前啦，即係之前有個譬如皇上仲喺香港嘅時候咧，咁我應該最一齊食得飯多嘅人咧，就可能係皇上同皇后。嗰時做完節目之後，都一齊食飯咁樣，因為就最多就係同佢哋食，朋友都冇咁多，即係識過唔知幾多年嘅朋友咁樣樣，佢話都可能一年識幾一兩次，或者可能一年識一兩次同台食下嘢咁樣樣。
父母咧，而家佢哋兩個都唔喺香港。咁而咁啱之前嘅亦都冇嘢食喺香港，即係啲食肆啊，就夜晚都唔開嘅等等。等先，咁啊就方先生就我明白，不过咧就越亲越离谱。你话想，你话点想翻啊？系啊，不过即系又咁讲咧，可能真系咁啱。我估应该我屋企人冇咁多，因为大家都好似都可能咁講嘅，其實又未至於話即係好好感情嘅，即係兄弟間咁樣樣。又或者係唔會有呢啲咁多對，即係咁多需求咯。其實應該最直線係單純係冇咁多需求嘅。譬如我家姐佢去日本旅行咁樣樣，佢問我有冇想買咁樣樣，咁我都話冇喎。咁當然有啲人。咁若果買嘢都係買模型啫，咁我冇理由叫佢大大後咁搬翻嚟啦。咁所以我冇啊，我都冇咩想買。叫佢幫我買模型，佢話模型有。家先就话，方 Sir 就话唔系买嘢带嘢就同我讲钱，其他时间唔会揾我噶，一打嚟就系话呢样贵，嗰样唔舍得买，可唔可以帮手买？咁样啊？咁呢个有啲 sad 喎，咁样啊？咁样啊？咁功利嘅？不過真係唔同人有唔同嘅生活嘅一個世界，冇乜計。朋友都仲有得揀，即係好廢話咁，即係好老土嘅說法。朋友都仲有得揀，屋企人你就有啲難揀。你可以選擇遠離佢啦，好不正確地咁說法，你可以選擇遠離佢啦。哇！臭貓。咁啊，你有冇狗狗啊？咁啊，又翻嚟啦。呢度唔舒服咩？咁无啦啦走啫。咁啊 ，P Y 就系呢三年见少咗朋友，先决心到英国哦。咁其實都唔係咁好嘅狀況，係因為如果係我自己狀況嚟講嘅話咧，我係真係冇朋友冇所謂嘅，我太獨啦我。唔係，不過因為一定程度上嚟講咧，唔係即係冇朋友嘅意思，唔係話咩啦，即係你唔使成日見啦，即係有啲在心中啊嘛，咁樣樣，我哋有愛啊嘛，咁啊，我哋永遠都係咩咁啊咁。咁但係生活上面可以，即係而且可以咩嘅？即係嗰啲係咁啱可以隔到時間，大家傾下偈，一邊打下機啊嘛 ，online 打下機都過癮嘅，但係通常都好少。次次咁啱都係只能即係有啲 game 一齊玩啦，咁但係都 online 只係連多一次。我成日同佢講：你得閒你隨時啦，你想幾時玩你就叫啊，叫聲我即刻嚟啊，我即刻 online 咁。咁啊，佢都冇揾我。
唔係話真見啊 ，online 見都難。因為 PY 要個朋友 list 有一半走咗喺外國哦。咁啊 ，JK 咧就有一半個團契，一半去英國咁犀利啊！咁放心啦，就去英國反而多朋友多過香港哦，咁有趣。Boys 咧就可能日本嘢咧就有嘢唔好，但係香港咧就衰在唔抵，尤其是係食都幾嘅微妙的地方就是理論上就香港就多元化的即是你可以有不同的食物這樣日本、就窄的了相比之下但是就基本都優質的性價比會比我們高的香港沒辦法這個這個應該都難改善的香港你要吃好你要吃好的都是給多些錢簡單來說還有時間呢你要去找或者特登要山長衰某個地方沒那麼容易就腳就遊合你的咁呢方式就好多年前已經係咁即係英國嘅朋友多過香港嗯我就特別啲我係冇所謂因為本身啲好少見本身都咁少見咁喺香港同喺英國冇乜分別又咪同埋一嚟都唔係年輕嗰、那個，即係唔係最細個嗰階段啦。即係好直接咁講，即係細個，即係再細個啲嘅時候，你係周即係好努力去識女仔啦，約女仔出街啦咁樣樣。咁啊，即係香港咁樣樣。咁咁你梗係要喺香港啦。好睇先，咁啊，杯水就有时咧就有亲戚先见到咩叫公理系啊，哇，可能咁啱我好彩，我就冇呢样嘢。不过我自己本身呢一个人咧，即系我呢个人咧，即系自动筛选嘅状况都高嘅。即係譬如咁講，見就見少㗎啦。咁但係見少之餘，咁都仲有感情嘅，咁咪咁好朋友咯。咁係咯，咁相反咪咩咯咁。不過咁啱咁我啲朋友基本上都係嘅，其實大家都係懶見嘅。啊係喎，我其實有樣嘢好想分享。我睇星期日分享先，等我记唔记得分享，我而家 mark 低，我而家写低先。虽然已经过咗新年，但我好想分享啲新年嘅嘢，我 mark 低先。我想分享的是什麼我講一半不講一半先就是
有些朋友呢即都屬於都不是說不好朋友的，但是呢他連續幾年呢新年 send 都是 send 一些東西來，他 send 了那些東西來呢我完全無視了他，他不 send 那些來，那些東西來可能都還好一點，又或者是他 send 長輩圖都還好一點，他又不是 send 長輩圖，他是 send 某些東西給我，那就搞到呢我直情無視了即是你 send 長輩圖給我，可能我都會覆，我都會給回個叫做新年快樂，即是那些什麼啦，或者給回個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收到一些東西呢，我是什麼我是想知道你什麼，我星期日就今個禮拜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什麼我會收到之後我直接連個人都連個 message 這件事本身都即刻即不小心 會無視了呢，這樣都幾難估，累累賀圖 就沒有人 send 過給我的，即通常新年好興嘛，咁新年好興嗰啲有時啲靚毛咁啊，會著得紅當當咁啊，跟住攞住啲揮春或者有啲攬起新年賀圖咁樣噶嘛。如果你 send 個靚啲嘅女女嚟，唔好太暴露啊，即唔係唔好太乜嘢咧，露骨啦咁樣樣。哇，係咪叫露骨咧？唔係你明啦，咁啊靚啦，靚我 OK 嘅咁樣樣。但不是女女的，不是女女圖，有些什麼圖令到我，即有些什麼聲音過來我會無視她呢，這樣不無視都變無視，喂，是的有趣要是我檢查一下Siren先，我都因為冇乜進帳，我都唔敢開嚟睇。我開佢嚟睇下先，睇下我驚收到。不過其實都冇乜，因為我有個喎。我聽日感謝翻佢先。好，今天又剪了一隻 good 今天呢就剪了五隻這些，看看先，不過可惜呢都是素色狀況。好，那我們黏埋它先，那就差不多了，說多兩句。不知不覺凌晨四點半，也是喎，今個月我會開始有新班開始喎。我個新班是幾時啊？我自己都唔記得咗添。我個新班是幾時開始？二月尾，三個禮拜啫噃。咁啊 ，Goose 話咧就習本身咧就唔主動見朋友，好似孤獨慣。我係會擔心自己嘅，即係會擔心自己咧。老咗冇曬朋友嘅，
但是因為我即係我而家呢個 moment 係冇所謂嘅，我驚種下咗嘅惡果咧。惊第时会后悔，缘分咧，老友记，假设咁样讲咧，老友记嘅时候再去老友记再识朋友，都应该 OK 嘅。但系其实讲到尾都系咧，硬系咧，即系朋友想去夹去做一啲嘢咧，硬系咧就系好多障碍。即係最單純講話打機咁樣樣啦，其實好小事啫嘛 ，online 打機咁樣，但係硬係咧都係砌唔到埋一齊喎，唔係咩事嚟嘅啫，照計。不過教我功夫嗰、那個哥仔，其實佢好愛我嘅。其實只要我去揾佢，佢都一定會 OK。遲啲。都買支買把買買啲大槍去英國個後院度自己口吉，咁跟住可能跟住拍下片啊，唔係即係跟住 online 嘅試將跟佢學。試將睇下佢嘅動作做得啱唔啱啊，咁樣樣。我人生太多嘢想做，即系唔计乜嘢咧，净系讲想整嘅模型都真系都。而家就冇得整啦，就只能夠剪啦。咁啊，到真係砌嘅時候啦，整啲嘢先好咧。咁諗起都興奮啊！其實本身仲有兩隻想剪埋，不過下次先啦。咁啊，就呢只 BB 繼續都係 BB 大將軍小 BB。同埋摩亞雲都係 BB， 呢兩隻係元祖 BB 嚟嘅。我細細個時候玩嘅 BB， 真係細細個嘅時候玩嘅 BB。BB 之年啊，我哋 BB 戰士咧，好多時候都係唔捨得剪嘅，唔知點解。哇，好多盒喎，而家一屋都盒，誇張。好，同埋個測溫啦，差唔多咧。咁啊冇更新嘅，好似，但系 BB 戰士咧要整得靚真係好難，應該話要花功夫咯。期待啊！可能整一盒咁嘅 BB 咧，其實都要整成，起碼都可能要都要整幾個禮拜都未定。即系執下咁樣，有可能。咁當然咧，因為你唔係全職喺度整啊，因為啲時間攝下攝下，整下整下咁樣。
咁樣分析就係就太多散工，而家啲人，而且而家啲人咧，就算貴嘅餐廳都唔代表好食嘅，係啦。咁可能會容易啲咯，唉，冇計。不過我都相信嘅，你肯俾多啲錢嘅話，就應該咩嘅。咁你睇下你捨唔捨得咯。咁老實講，我喺食呢方面我就唔係太捨得使錢，因為轉個身就冇咗。咁雖然有時好食嘅就好食，咁不過真係太短啦，呢享受太短。不要太貴，整個世界都是你 追女仔的狀況之下，即是跟女仔去用一些料太多，即是跟女仔去吃東西的時候這樣，找個好的地方飲諸此類這樣，那是洗得鋸一點，但如果你說一丁人這樣諸此類這樣，那就不會的，一定不會的。男仔女仔可能都會選擇嘅，男仔我覺得係，按男仔嚟講就應該唔會。好，差唔多啦，咁樣呢就四三七，我哋今日就節目差唔多到呢個位置先啦。哦，腰有啲痛啊！大家呢個位置咧。現在這個位置，即是我現在這個家裡這個陣式呢，坐這裡呢，都對的，都不要太久，就這樣先啦。好，那我們今天呢，節目到這裡最後，那我就發紙出來。今個禮拜的龍馬日本野教室呢，就是 live 的。好，到這裡啦，那呢，我就節目就先到呢度啦，跟住我就飲啲水潤下喉先。畢竟都係嗰句咧，星期四咧嘅星期四唔易過啊！星期四都啲課堂都吃力。好，咁啊嘅再次感謝大家收聽嘅陪伴咗一個晚上。咁我就下個禮拜唔係，咁我就星期再見啦。好，拜拜各位，早唞，拜拜。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拜拜各位。